光环致远星。大家好，我是谷歌。啊，这个上次给大家录了一个这个初体验。这个光环嘛，我是完全是处于这个新手，我连在 Xbox 上面玩射击游戏都光环，哎，还不算是第一次。原先玩过个战争机器二，那个也没怎么玩，只玩了一个刚开始的训练关，不算是那个什么，因为那会儿是做丧尸围城嘛，但是这个游戏也没继续玩。这回的这个光环，致远星是我第一次接触光环游戏，也是第一次在 Xbox 上玩射击游戏。要说玩的话，这个我刚刚通了一遍，哎，然后这是玩第二遍。第一遍通的时候玩的这个最简单的 easy 难度，简单啊。这次这个前第一关打了一个困难，这个英雄难度，还有一个是这个叫什么疯狂吧，什么这四个难度怎么分的我也忘掉了，这个反正打的是普通难度，这个应该就是这个致远星了，一副这个生灵涂炭的样子。这个光环肯定是三部曲有这个历史的，这个 fans 的话，这个我的这个可能不适合粉丝来看。我的这个呢，就是给这些像没有主机啊，或者说玩不到游戏的人，看着过过干瘾嘛。而且这个主要也是为了填补一下这个做大镖客之间的这个时间空白。我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主角，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 Noble Six。他们 Noble 小队嘛，然后他是这个来填补他们队员的这个缺失，然后是给他的编号是 6， 就是6嘛，一共小队有6个人，还各有千秋。这个故事一开始好像是他们在某个地方找到了这个救援信号吧，现在先是我们的这个 Noble 6登场。话说我的大镖客这个翻译又要拖慢了，因为我老婆现在是这个，她又接了份家教的工作，所以时间这个每隔一天都就是每两天去讲一次，所以这个时间就不是很充分了，而且确实很累，不太方便，所以以后还得是我自己一个人来，那当然时间又得是很慢了。而且下一集的话，这个剧情非常多，有是三段剧情了，然后对话也挺多的。Commander。So that's our new number six. 这个 Cat, you read his file. 他们现在这个不叫致远星，叫锐曲星啊。为什么叫锐曲星？我也不知道。Anyone claim responsibility, sir? 反正我老原先第一次看的时候，看成文曲星了。Five months ago, they pulled a similar job on Harmony. Hit a relay. 要不就是锐星，反正就老是看错。这个字儿好像能看清吧？不知道放成高清了以后能不能看清。I want that relay back online, number one.Sir, 这个穿蓝这个蓝色盔甲的就是这个 Noble One， 就是我们 Noble 小队的队长。话说这一期里面录的里面一个很神奇的事，发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到时候给大家看吧，反正应该算是个 bug 吧，不过次要 bug，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话说我不知道这个光环里面这个买装备是有什么用啊，好像就换来换去就是换个样子，我不知道有啥意思，而且换完了以后看起来差别也不是很明显，这个整体上面没有太大的感觉。狙击枪，有些人说我喜欢用狙击枪啊，这个我没有特别偏爱的，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武器嘛。这个光环上，这个虽然同样是射击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但是这个我目前打起来的感觉啊，找的比较好的手感跟一般的这个射击游戏不一样。应该说还是回归到以前那种比较老式的那种打法，就是说这个，火力压制，然后是这个跳来跳去躲子弹，然后还应该不算是吧，最早的那种是应该是这个隔着108000里拿着枪打死一只苍蝇那么大的目标，以前的这个射击游戏是这种主题，后来的主题就是像 CS 这种跳来跳去，然后这个互奔的看谁打得准，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战术掩体，还有这个逐渐逼近和火力压制。现在主流的这个打法就是注重配合嘛，以前的那种打法就是你靠单人技术就行了，爆头啊什么的 CS 那样的嘛。这个光环应该是就是说闪避利用掩体，还有就是说这个应该如果要是联机的话，配合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这个要是被围啊什么的，
而且这个我目前打通了一次关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逞英雄的话，哎，这个没有前途，肯定是没有前途的，要往前冲啊，什么靠个人技术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你的这个小队，临时构成的小队，是他会跟随着你来进行帮你这个火力掩护啊什么的。我一般的打法就是，哎，这个你们先帮我这火力牵制，然后我另外找一条路绕到敌人身后偷袭。哎，这个一般是这个我玩什么射击游戏其实都这样，这个趁他们不注意从侧面绕到侧面或者背后包抄。哎，就我一个人的话，这个前后夹击的话，对敌人来说还是这个吃不消的。一般来说，很快就把这波敌人给灭了。哎，当然也是分场合的，不是说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打法。这个我就比较喜欢用这个游戏嘛，这个我比较喜欢各种各样的尝试，这样玩起来比较有乐趣有意思嘛。毕竟你又不是真的在战场，怕个死什么都不敢往前上。哎，这个按 Select 键是可以查看你的武器，哎，这个武器说明。按这个 RB 键是使用你的这个特殊感应装置，就是在左下角地图旁边那有一个。现在我们装备的是这个加速奔跑，这个还可以替换成其他种。然后在这个上方，这个蓝色的这个条，蓝色的条是你的这个装甲能量装甲，这个打没了以后就开始掉下面这个格，这个格是你的血量。哎，这个好像就是要找的讯号源了。而右上角的这个就是你当前装备的武器，现在我们拿到的是有这个手枪和这个和这个机枪，哎，步枪，这个是不分主次要的，就是这两个武器你装备什么都可以，当然是换成手枪换出来的速度要快，这个是现在的任何射击游戏都是这样的，手枪换出来的速度永远要比你换这个主武器弹夹的速度要快。哎，不过后面有这个后面这个敌人用的那种步枪，好像就是带刀刃的那种枪叫什么，哎，到中后期会有。哎，这个因为这段这个如果是初次玩的话，哎呀，走得比较细致，这个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这个一期节目时间有限，30分钟左右，哎，一般不会太长。哎，走到这里的时候会多一个我们的这个队员来支援，在这里发现一些村民，跟他们这个理论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去这个下一个目标。你先走没有关系的，队友会很快跟上来的。哎，前面好像发生什么事儿，刚看到那边闪光了。哎，如果要是打得有死的话，这个大家不要介意。我这个本身普通难度就是第一次打，这个原先打的是 easy， 只能说是总结了有一点战术心得。当然，这个如果要是变换难度的话，肯定这个战术心得也是不一样的。不过死几次也欢乐欢乐嘛，比如说这次我死了一次，那个死法也比较欢乐，这个到时候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哎，这个会遇到第一个敌人，哎，在那里，这个是固定的。哎，爆头，哎，那里会有我们的这个友军，哎，经过这里的时候会捡到手雷，这个会算是一次用。哎，随便扔吧，手雷这玩意儿最多上限是装四颗，每种装两颗。你的这个一般的人类用的这个手雷，人类用的手雷性能怎么说呢？它会弹，这个爆炸范围比较广，这个但是和这个叫什么？我老记哦，精英，大家习惯叫精英啊。我这个稍微看看论坛，知道一下大家习惯的称呼。哎，这个精英他们用的这个手雷是这个。爆炸范围比较小，但是它可以粘在敌人身上，就是说它扔出去以后不会乱弹，直接粘在就会也算是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伤害。这里手枪可以用狙，这个用夜视镜的话可以更方便你来这个看清敌人，比如说像这一块敌人死的比较多，然后地上有时候躺着一堆死尸，你没有看清楚哪个是活的哪个是死的。哎，但是如果你要是开的这个叫什么夜视镜的话，哎，也便于分辨这个敌人是死的还是活的。这个我们看到右上角，按 Y 键是切换武器，按 B 键是这个切换手雷，这个 A 就是跳，这个 XX 就是换子弹，在特定的一些这个要使用道具和这个叫什么和这个减切换武器的时候，哎，这我们看这个扔，哎，这一雷炸了四个，哎，炸了三个，
这个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徽章，在积分模式里面，这个自由和团队积分模式里面，它会有这个徽章提示，就是说，类似于成就这样的东西啊，还不算是，就是说，刚才那个徽章，一个是这个扔手雷粘到敌人身上爆炸，是一个徽章，然后另外三个是在分别是在4秒之内杀掉一个、两个、三个敌人，刚才一颗手雷一下炸死三个，那当然是给了一个这样的成就了。这个游戏有些地方像这个敌人这个空投的这个地点，要是背板背的好的话，一颗手雷能这个解决不少，像刚才那种情况。这关我已经打了有两遍了，这个试玩这个自己打过关的时候一遍，然后这个前面录那个初体验又一个，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没扔好。这个武器捣鼓半天，前面会有这个距离比较远的敌人，所以还是拿这个叫什么斯巴达的手枪，人类的手枪吧。这个光环的这个世界观故事，这个我真的不是很清楚，第一次玩光环，虽然说这个久仰大名。如果要是想看这个正统光环的话，推荐去看这个缺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要是怎么找呢？MR 这个 QUIN 吧 MR.QUIN 这个看小左视频和310视频的人比较多吧，这个小左视频上有加了好友，310的这个优酷空间上面有把它推荐，这个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缺它是个正统的这个光环范，它的空间上全是光环，不是说全是光环，光环特别多。这个致远星它这个虽然现在没有出，我估计它要是出的话肯定是规规矩矩出一款，然后他出了一个测试视频，把自己的名字做成这个光环的 logo。 这场战斗比较危险，敌人会扔手雷，这个我以前原先的时候死过，在那个初体验。初体验虽然说是初体验，但是实际上我已经玩过一次，刚才给大家说过了。我们捣鼓一下武器，用了一下这个敌人用的这个枪，叫什么电线枪吧。这个子弹虽然说我们刚出来的时候给了这个满膛，并且600发子弹，但是以后是好像是满膛是，我想想啊，288加32应该是多少？320发，没算错吧？320发是，对，320发，这个应该是这样的。这里的话是搜查生房这个幸存小队。这里的话我们把这几个点都跑一遍，让他出这个 checkpoint， 这样的话要不然你要是先跑远跑到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这个你还得再绕回来，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好像是有三个点，如果你要是这个反正是你最后跑的那个点会给你这个生还小队，如果你要是那样的话，这个绕的路就比较远，还得再跑回来。这些人可以不用管，就是你把这些点跑过一遍就行了。这些鹿行鸟、鸵鸟、鹿行鸟随便怎么叫了，反正这个最终幻想里面叫鹿行鸟，一般来说叫鸵鸟。这个尽量把这个你的车的右侧面给他们，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队长Number One 会这个比较好瞄准。这里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出了这个 checkpoint 这个检查点，就不用管了。出来以后我们就撤离，然后到下面一个。如果你要是想多刷刷分的话也可以，这个有分数好像跟 CR 有关，赚 CR 比较快的方法我也不清楚，反正又不是跟猎，我估计这游戏还是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子这个游戏时间的，毕竟是微软的游戏嘛。这个什么通过 CR 呀、这个武器装备啊，各种各样的办法，反正凑游戏时间。这个好，这个车如果没只要没爆，如果是翻车的话不用担心，你这个走到跟前以后按这个叉，按 X 是可以把车这个翻正的。不用说 PS3 上面吧，这个是光环是微软的游戏， PS3 独占啊，这个不要问我。不是 Xbox 独占， PS3 上是绝对没有的。这个 PC 估计更不可能有，不是更不可能有，也不可能有， PS3 更不可能有。这到了，这是最后一个地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生还小队在这里。如果你要是前面那几个这个地方没有去全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会不在这里出现，而是有一波敌人。这里会刷两波吗？三波敌人。这里会出这个，要出现我那个死的比较亮点的方法了，看着。还不是，等会儿捡了这个手雷以后，
哎，这个四秒钟杀了三个，运气枪还不错。好像我最高记录是四秒钟内杀了五个，连杀五个敌人。Fireball Q， 五杀。哎，这里我捡了一下手雷。哎，手雷到手，哎，好。小心啊，这个榴弹。这个一般来说，它的这个铜头飞机是配合的这个重火力压制的，以免你把它这个，哎，这个看粘到它身上了。第二搞笑，哈哈，我本来扔到它身上，但是它一逃跑是冲着面朝我的方向了，然后跑不掉，好被炸到了。还是刚才那个检查点。捡完了以后，我们这次打的小心一点。哎，这里会有一些武器，我不打算换那个，我还是先把它这个枪用完，因为那把枪这个是带瞄准镜的。我们先把这个外星人的枪用一下。哎，依然是手雷，能炸好最好。哎，炸了三个，不错，全炸死了。哎，真悬。哎，炸了又炸三个，哎，不错，这两个扔的都不错。哎，这个尸体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个夜视镜开开了。它这个机枪，哎，这个电线枪，是叫电线枪，我一直没看清啊，无所谓了，反正大家知道是什么。这个粉丝不要挑我刺儿就行，反正我是真的不知道。哎，不错。哎，看它这个有个，它这个虽然说是不用上子弹，但是它有个温度，上子弹的动作是让它这个快速散热用的。哎，好像没了吧？还有吗？哎，这把枪没了啊！他说 Claire， 那应该是没敌人了。等一会儿这个，哎，又说到，等一会儿又会发生这个我前面说的这个 bug。原先玩那两次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死那几次也没遇到过。副驾驶座是不能开车的，下来吧。等会儿直升机就应该来了，然后我们到下个地方去做营救。前面我们刚来，哎，这是属于敌人的这个狙击枪，不是很好用，它的那个威力比我们现在拿的这个神射手，哎，要看右边，看右边，我们的大块头，哎，坐在这儿，然后等会儿我们的 Number One， 然后你看啊，哎，挤下去了，看清楚没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队长就被撂到那儿了。这个，然后我们会觉得非常惊异的啊，他这个我们的这个 Number One 不愧是队长，比我们直升机还快，他已经先到了，特别有意思。等会儿我们看就行了。这个应该也算是，这叫瑞曲星吧，也算是建立过人类文明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修建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山谷路。高架的这个公路，这个2552年是吧？对吧？2552年8、9月份，哎，这上面时间我也看的不太，这个好像也不是按24小时制的，是这个好几个小时，我看26小时都有。你一天有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反正肯定要比这个自转一周，比这个地球要时间要长。哎，好像到了，我们等会儿看队长从哪出来。哎，这个直升机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刚才那个红色的有个标，哎，左边看到红色了吗？这个好像叫什么来着？神权之杖，就是这个，哎，这个现在也是有的，这个世界上最权威的医疗机构，应该是属于这个专门做医疗研究的。我们的 Number One 好像已经到了那边了，哎，这里我们要帮他们解围，哎，怎么还下不了？一般来说应该是先等队长。哎，好雷，爆了个头，把他手里面的雷打掉了是吧？哎，好枪，枪正好爆掉。这个用他这个叫什么手柄来玩射击游戏，我也是适应了好久。这个光环的手感还是不错的，如果是有能玩到的朋友推荐一下。这个确实，我把这个叫什么出体验发到论坛上面，那个巴士论坛，然后有些人确实说玩了，哎，这个不好上手，这个确实有的人不是太适应，
我还算适应比较快，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做一些适当调整。哎，第一波这个人杀完了以后，他会来这，应该叫第一波增援。第一波增援，哎，在这边，如果靠太近的话，他不从这边下来。哎，近战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三个，我们扔一个这个民用手雷吧。我不叫这个，叫这个叫什么？我老想不起来，就叫民用手雷吧。应该叫人类或者叫什么军队？叫民，还是叫民用手雷好一点？或者管他们叫火星手雷。光环到底是讲的好像就是人类跟外星人这个殖民战争吧，叫什么，反正好像是光环是这个属于这个超级武器，跟什么有关的。哎，这个对付盾牌如果他自己走过来的话，哎，基本上属于作死。注意这个 RB 键是这个近战格斗，哎，这个威力非常大。这个 LB 是啥？ LB 是这个奔跑。哎，自己人，哎，让我们退到这个中区站。哎，这盔甲打没了，哎，赶快进去。这个盔甲如果要打没的话，它要续够能量的话，要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哎，才续回来。躲进去之前再赏你们几颗。哎，不错，炸了俩。哎，有雷还是拿上好一点，反正他门关上还得有一阵，我应该拿着以后再给他扔一颗。哎，行了，不管了，门已经关上了。哎，我们看现在子弹，你再怎么补满都是这个320，这个我们看枪上面写着32，哎，是枪上面右上角的标记，然后是这个备弹还有这个288，加起来328，因为就等于是看满膛32发，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十梭子。还告诉我们按十字键的左右这个可以换这个夜视仪，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按下在特定关卡里面是召唤这个救援直升机，至于这个上和右有什么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空舰没有什么用。到中区站里面好像这个人都被杀光了，有一些幸存者。 All right, Corporal, stay put.We'll get you a combat surgeon. 再掉出来一个，这个好像是记忆卡。Found something. I'll take that, Six. Not your domain. I got a live one. 姐姐，你们能温柔点吗 ？Come on. Out you come. Many an evening. 哎，好像说的这个。It's all right. We're not gonna hurt you. 说的哪？埃斯基莫话吗 ？Keep still, and I'll release you.哎呀，精英！哎，这个拿着剑的精英挺烦人的。我第一次遇到就死了好几次，然后在这个叫什么，初体验里面，哎呀，好圈！这个长得跟这个铁血战士一样，嘴巴那样的一张。好，开战！Negative four, stay on the entrance. Two, handle her. Five and six, clear the hole. 你不要说神枪手为什么你不爆他头啊？人家有这个盔甲呢，不能一枪爆头的。好 ，Let's do this. 哎，右边有这个弹药补给，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补一下。不过我们现在子弹本来就是满膛的，所以不需要。一出来以后，哎，立马就是先绕过去，因为这个敌人会刷出来非常多，不是刷出来这个，哎，就是这样看。这个时候趁他们还没有靠近的时候扔一颗手雷非常有效的啊，然后这个后面还会再刷出一波比较大量的，所以这个手雷再留着，后面再留一颗。哎，这样五个，哎，五杀，这颗手雷扔的不错啊。前面还有一群比较多的，你换成机枪吧。这些敌人，哎，双杀，剁死你！哎，这里要遇到上回这个初体验里面打的时候遇到的那个精英了，拿剑的那个。哎，看看我这次怎么打。这次打的还不错。这个有朋友给我说，我确实没经验。这个
把他的这个盔甲打掉以后就赶快补枪，哎，但是其实实践上我原先也是那么想的，但是不是很好打，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枪蓄力打掉了以后，一个是手枪这个叫什么？手枪这个冷却，再有你要换枪的话，哎，时间比较长。你看我怎么打？哎，这属于就跟我打这个玩生化用喷子流一样，不要畏惧。这个只要你有把握，哎，熟练靠过来以后把他甲打掉，然后补一这个近战，近战威力很大的。这里头还有一个愣在这儿，剩下还没有反应过来，哎，一样的打法。这个一对一的话，这个肯定是很好对付他们的，而且你还靠这么近。哎，这里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敌人的这个榴弹炮，我们就不试威力了吧，以后专门打敌人的时候用。现在也这个。这段剧情也差，这一期节目也就差不多了。How long? Question of my life. 问得好。If the question is when will the station be back online? 哎，这个光环，这个有我应该有些朋友玩过，听过这个中文翻译，真蛋疼。2 minutes is too long. 哎，总之他要恢复这里的通讯功能，哎，这个想要完全恢复是非常花时间的，他只能简单恢复一下。哎，然后他挡了他的光了，算是废话，这个不管他。然后他询问这个幸存的这个小女孩，好像还挺拒绝的。What's your name? Do you live around here? I'm George. 貌似有这个俄罗斯血统一样。Your accent sounds familiar. 索布隆人。Tangari. 天格里。Friend of yours? Father. Shainalong. I'm sorry. Why would you be?Big man forgets what he is sometimes. She just lost her father. She needs a full psychiatric workup. She's not the only one. Lock it down, both of you. Get her on her feet. 队长这身蓝色比较帅啊。为啥我会想起这个高达呢？强袭。Signa, it's patchy, but it's there. I'll take it.哎，我还没注意啊，这个女的还是右手还是个机械手臂，感觉好像还是那样一拧就会掉的，我估计肯定不会真的那么容易拧掉。Colonel, this is Noble One. There are no rebels. The Covenant are on reach. Acknowledge. 瑞星啊，不是文曲星，不是瑞曲星，瑞星加文曲星，瑞曲星，好名字。哎，那么这个第一战哎就结束了。哎，一般来说，今后的每战斗的话都得有个一个小时呢，好像有八关、九关、十关，我也不记得了。哎，无所谓了。这个积分有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还有军衔，可以解锁一些这个服装，然后这个身体上的这个装甲配件，我不知道这些配件装备上到底有啥用。哎，看看这个成绩，二杀16次，三杀6次。然后这个手雷粘到身上爆炸，还有这个格斗杀人爆头4次，哎，这个杀不死杀50人还挺多的，还不错，成绩还算不错。哎，这个我想想应该是12关，哎，除去一个开头一个结尾那两个不算，应该是一共有10关。我们看一下，哎，对，12关。哎，那么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